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Mana。今天体验台湾的中学，因为呢，我阿妈手术的时候需要学嘛，然后别人给我的阿妈学，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中学是超级重要。然后呢，之前的话我真的很泡泡的感觉嘛，但是呢，听说年轻人最近没有那么多中学，因为呢，台北的话一直都下雨，然后跟我一样泡泡的人。很多，但是连我中学的话，大家都不用担心，我也可以做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做的感觉吗？所以呢，今天的话，我的第一次的中学的体验给台湾，所以呢，今天的计划是第一次体验台湾的中学。妈妈给你的战豆腐，战豆腐就是盔甲的意思。那我们吃完之后要去捐血吧。你是 Mana， 我没有，我负责拍摄。好。温温的，你的温暖，你的热情。而且现在的话，他们很温暖嘛，然后可以吃东西，所以有点很放松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第一次嘛，所以他们给我的这个好可爱啊。结束吧。走了。惊讶，完全没有痛苦。希望用我的血可以帮助台湾的需要的人。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捐血前一定要复习，还有吃东西，对不对？要捐血的话，也是很重要，所以捐血前要做营养的料理。今天的话，我要做菠菜的意大利面，还有用豆腐，还有菠菜的绿边小菜。然后我要穿妈妈给我的 apron。妈妈给你的战豆腐。战豆腐就是盔甲的意思。如果切菠菜然后煮的话，那个营养也不见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直接放在锅子。所以直接放在锅子里面，保留它的营养，然后煮好再切吗？对。因为捐血的时候啊，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无力啊，缺铁性贫血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豆制类啊，然后特别是菠菜就非常重要。然后呢，捐血前不能吃，比如手炸的东西、汉堡啊。对对对。哦，我们今天的主角，我们用的是统一阳光的豆浆。哎，真的就是白酱的 pasta 哎。我刚刚给的话，要用什么呢？西罗大喜。对啊。哦。但是在台湾买的话有点贵，但是还是很重要。这个是日本小菜吗？对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餐真的很健康哎，真的没有饥饿感。我觉得这道菜就算是减肥的人也可以吃。那我们吃完之后要去捐血吧？你是 Mana， 我没有，我负责拍摄。一起去。Too many days in the darkness, without a glimpse of the light.好，我来到的是台北市政府，这里有捐血室吗？对，这里的话虽然是台北市政府，但是有台北的市立联合医院的门诊部，然后也有捐血室，所以很方便。那我们走吧。大家猜猜看，我是哪型？是 A B 型。我是 A 型。哦。对里面的来说，觉得性是跟脸的个性一样的感觉吗？要有健保卡，对不对？健保卡、身份证、驾照，然后健保卡的话是要有照片。那刚好妈拿的健保卡是有照片，对 ，OK。比较个人秘密的问题嘛，所以呢。
不能拍。然后呢，我第一次嘛，所以他们给我的这个好可爱啊。还有袜子，你不是刚好需要袜子吗？然后他们给我这个像 Debussy 的话怎么做的卡片，然后他们讲啊，可以吃东西哦，跟地美一样的，地美是免费的咖啡厅一样的感觉。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怕怕的，但是现在的话，他们很温暖嘛，然后可以吃东西，所以有点很放松的感觉。今年还有小被子哎，谢谢你，很重吗？会有一点的，好，一点一点怕怕的。秋天的话多少捐血？不一定，就像天气。现在的话下雨嘛，所以对，所以你看就进来的人就会较少。今天大概来20位，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感觉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先消毒，好，消毒而已。这样还好吗？嗯，而且沙发是很舒服的感觉，很放松的，很享受呢、哦、但是如果看我自己的血的话有点怕怕的感觉。慢的还 OK 吗？ OK， 但是紧张，但是没有痛痛的感觉。就如果会觉得头晕啊，想吐，冒冷汗，打针地方觉得有任何不舒服都可以跟我们反映，我们就及时帮你做处理、嗯、好。有比你想象中痛吗？没有那么痛的感觉，就刺一下这样子。嗯，其实就跟一般的健康检查类似，可是我们的针会停留的比它晚3分钟。健康检查它的血出来是很快的，对，所以它你会觉得它一下就拿出，是因为我们要流满保血，但是其实都是一个针下的，其实它的疼痛感是差不多的。对，捐血的话，在台湾的话，年轻的也会来吗？会不会有什么特别需要的血型？我们每日都会统计我们的血量，然后我们会公告出来，我今天缺的是哪一种血型。台湾人大部分都是阳性，那会有少部分是阴性，那我们都会有建一些阴性的血库。我们经过他的同意，那在需要他的阴性血型的时候，那我们会邀约他，看他最近有空的时间。那通常捐血都会很有爱心，当听到特别需要他的血型的时候，他们都很乐意会捐血。你聊个天就结束了。对啊，有时候直接捐血，看个手机，他就捐完了。你就来一次，让我吃个饭，然后就来捐一下嘛。真的，像我们对面还有停车场。对啊，很方便呢。而且有 U bike。为什么会摇嘞？因为血袋里面会有抗凝血剂，所以血一进去之后，他们要充分的混合。对。妈奶，要不要摸摸看？要的，要的，好爱。我可以摸摸看吗？温温的，你的温暖，你的热情。结束了。怎么了？惊讶，完全没有痛痛。好，结束了。今天是真的很特别的体验，真的谢谢。第一次的体验是在台湾做，其实这个没有那么怕的感觉，但是呢，捐血之后一定要休息，对不对？因为捐血之后虽然脸啊还有手白白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捐血之后一定要记得休息哦。然后希望用我的血可以帮助台湾的需要的人。我觉得 Mana 非常的勇敢，因为 Mana 也是第一次做嘛，那一定捐血的话，并不是说他们不愿意捐血，一定是有很多人对于针头啊血会比较害怕。其实大家可以鼓起勇气，然后为这个社会，然后像 Mana 一样可以先
献出自己一点的爱心。早期的人会觉得说，捐血可能很可怕，然后可能地方比较简陋，但是没有现在的捐血的设备，还有护士人员都非常的贴心，而且设备啊，比如说像沙发也做得很舒服，还有小点心之类，而且护士人员都会很细心的跟你讲解。谢谢台湾的大家，每次都支持我。两个月后我要再一次射，然后呢，现在是疫情的时间，所以呢，健康是最重要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自己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，别忘记按赞、按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Hello，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妈妈 Hello。那下次的影片很好看的，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哦。那拜拜。怎么那么好吃？捐完血给你补一下糖分。